中职球员蒋玉安一手运篮球，一手抛握网球来训练注意力，这是主要效仿美国 NBA 知名球星 Curry 自主训练动作。运球的跟那个网球的一个两只手同时间的应用，因为这个在我们平常一般的基础训练里面比较看不到。那这个也是在这两年 Curry 的在季外期，他自己大量的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自主训练里面应用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哦。普通就一开始就是先从原地的运球嘛，然后到后面行进间的运球，我觉得先从运球开始做好最基本的训练，然后到后面的投篮、传球等等。知名运动品牌首次在台湾举办篮球后卫营，以台湾高中篮球后卫为主要对象，分三个阶段：网络海选、篮球测试会以及篮球后卫营。每个阶段都会经过严格筛选过程，也因此能提升篮球选手实力。效仿那个 NBA 球员在那种训练上，就是学他们，因为他们是最高层级的嘛，至少也会有体验到就是他们的训练方式，然后过程，我觉得过程最重要。目前网络海选报名已经开始，知名运动品牌借此提供高中篮球后卫追寻篮球梦的平台，也从中寻找培训出台湾优秀高中生后卫。记者陆陆台北市采访报道。